我是公关列车长的2011年8月26号，台北捷运淡水新线淡水站哦，是淡水，淡水站17:41，不太热是，有一班是开往淡水，有一班是开往。是看我象山图象山的7300-022021编组，你刚才那些很刚刚是这样，我们刚没出门。而且刚刚那下面的马扎们都丢不到丢，02021编组，前40分，谢谢刚刚再见，拜拜。